但是这老头后面，没有这样子的方案。这老头解决这个劳动强度问题。这永远不错了。挣了三个人，是吧？他也看不进那个东西了，哪看得进？好的好的，兄弟要一分半钟才能完成一个机构，刚才说的一分钟完成不了，一分多啊，90秒一遍，我做出去显示90秒一遍，但是可以调快一点，就像刚才说的一分钟一遍完成不了，一分多，我说一分钟多。我们的设计要求就一分钟一片是吧？什么要求？啊，没有。我们设计要求多少钱？多少分钟一片啊？这个没有要求吧？肯定有要求的，没要求人家领导这个我们一分，我们要求一分钟多少遍呢？我看肯定。但是没有那个，你按照看要求多，要把那个刷子这个时间要使用，没有刷子。三个就了，我就光直接拍他的动作。这个刷子的时间要去掉，这个刷子好像要了10秒钟，有10秒钟去掉，大概有5秒的意思吧。5秒，大概有5秒，刷到都5秒，还得下来，还得再上去，这个时间嘛。反正我光拍了个新款动作，现在显示1分30秒。就是整个弄的曲面就留下来，花了1分30秒。哦，从这里到那里90秒，我90秒对。这个时间应该讲，它就是一片。对，一片90秒。可以了，还挺快的了。半面的话，你要半面的话，那它也不够花。刚才问就是收的1分钟一片，大哥。我那不行，我这1分多一点。我们只吃面。你看我们这点能不能提高一点？能调到1分钟最好。我没有手机，筷子就可以了。但是，我看那个效果。我这个能筷子出来呀、啊？我们有一点什么？你把它吃一段停了，然后你再拍一段。过来那个。